创立者陈鹤高，仅代表浙江兰顿危急防卫技术中心、中心住院抗武搏击健身俱乐部开业大捷，一帆风顺，红红火火，名扬四海。中心住院党康先生事业有成，家业兴旺，在擂台搏击行业里面树人育苗，锦上添花，后来居上，美名扬天下。谢谢。